来啊、哦！来，我操！Hello， 各位，是我是红泥啊。今天我们来第一家呢，然后呢，我就想来考验一下，好吧？我们以前玩过的魔兽争霸《信长之野望》。那我先说今天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考的其实题目的类型都是一模一样，就是我们考的会是呢，每一只角色它不会有名字，就只有它单纯的模组。然后呢，你要看它的模组，就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哦，然后嘞，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直接说出他的名字。你知道，你就直接说我知道，然后我们就抢最快的那个人回答。那如果三个人是同时的话，你就猜拳。嗯。然后如果呢，你猜拳，然后你第一个，你可以先提出这只是什么角色。但是你说错的话呢，就是一杯苦茶。答对的那个人呢，输的两个人就要喝苦茶。那等一下这个前面呢会有一个复习的部分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复习一下。每一只角色的名字，那我们就复习到大家觉得哦 ，OK， 差不多，我们就下一页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但你这样一页，你大概有几只角色你玩过？每一只应该都摸过。哦，对啊，那对啊，那算是每一只几乎都知道了嘛。开玩笑，战队手。哎呦，造 Emerald 战队，以前我们是 Emerald 战队的好不好？我们信长自己创的战队。来，我们第一题，我知道，鹰你啊，大谷吉继啊，我准备要举手，大谷吉继，因为有两只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以前玩信长多智障吗？我们出抗血，来阿德喝一下，阿德喝一下，我只要出那些抗血，我从来都没有开过，苦吗？还可以，还好，真的吗？有一点，回甘的时候蛮苦，哦，是哦，因为听说苦茶要越喝才会越苦。要喝完哦，要一次喝完哦。怎样？很苦吗？这比李先生说是买苦太多。不要再是苦太多。谁呀、啊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是一个海怪，然后一直吸空气，我有水出来，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。我忘记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我知道，酒鬼加龙。啊，对啦，酒鬼。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。我刚只记得他名字有个龙而已。来，我觉得我每一杯都要喝，好杯。哎，哇，回甘就像现泡。哇，他那个样子是他已经变大，他已经开大了，对。对，他也开大了。他原本是一个，他原本是个小村民、小农民。哦，我知道他是谁啊？我知道他是谁？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。这我知道。我知道。斋藤昭信。来，反正你已经打了，来，他不是三人刀剑，他绝对是三人，他是会用火山，干你娘嘞，火山那个啦，他是用火山那个，火山的啦，哎，不知道不要乱打，哎，我那时候忘记了，哎呀，王八蛋，你先不要靠呗，那你讲出来，我一定知道他是对还是不对，操他妈的太苦了，啊。谁？我老谁呀？答不出来啦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行不行啊？你喝了吧你？叫什么？前景长征？你喝了？不是前景长征啊？锦衣之阵啊？也不是锦衣之阵啊？那是什么嘛？好，你答不出来，你喝。哎，不行！十秒，十九，他是八，他是联合军的。七，我管他是不是什么。六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喝吧，真田幸村。对啦，干你娘！我不要乱打、啊，阿德刚才提醒过你，爱乱打。反正我这一题我不举，我还是要赢。哎，喝死你！不行，我觉得这个要倒一口分量。good， 好，哎，锦衣之阵哎。那你要不要也喝一下、啊？不是他没有答，那他答错。不是啊，你第一、第二次你答真田。没有，我刚刚等一下喝，就要喝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说是锦衣之阵，白痴对啊。啊，会转的那一只。千石秀九。
啊，对啊，鲜食啦。谢谢舅舅。我刚刚真的差点吐出来，我有点反胃。哇、哦，可以吧？这可以一口吞吧？这样的分量。啊、哦，可以可以，好好。啊！干你啊！这啥小啊？我不知道。让他打走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三个都打错，我们不要喝。不会这么，我也在这么，我也这么觉得，不会这么好。我们三个打错，不要喝。来，我们来揭晓这到底是谁。答案吗？啊，平手正秀，平手正秀，这个这名字我真的很冷门。这个好，下一条。我知道，是他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什么。本多正信，对，这是他地方模组哦，买个东华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东华什么？我还特别找了最苦的，我还去买。我得让我漱一下口。OK， 然后下一条，我知道。哎、欸、哎，他有讲，他有讲，我知道。我知道来，这个哈，嘿，那个是那个，哎，他的大招是这样。我知道，我看，我知道他技能没、欸。哦，他就会开招轰轰轰轰轰。对，看他无敌。对对对对对，本多忠次啊。不是，本多忠胜。对。你怎么读快一点哦？我不要喝了。你看这些日本人的名字就很难记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庆之忠胜、田田沙小、什么秀酒，还有清水剑。还好我有答对一题。干你娘！这他妈太苦了。那我们换规则好了。我靠，那苦茶有点冻北雕。我们这样啊。不要两个人都喝，我们就另外猜错那两个人就猜全输的喝，然后行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然看起来是有点不行。那我问，来来来，好，不给你剧透，加油。看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真的不行。这蜘蛛吗？对吗？这一只我完全想不起来是谁。我不会，打出来有鬼。下一只真的啊，看名字哦，看名字什么？石川树正，对啦，石川树正，完全想不到。我知道，凤凰什么？羽柴秀吉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他是会他喷火，对不对？就他照一只凤凰在那边炸。好，谁看不到？我这个都是。好，我赌一波，来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他妈记成另外一个人，就想要锤一只。好了，都不会啊。不是啊，可是我刚举手啊。哈哈哈！那我们先公布答案。哦，佐佐城镇，对。那我们把握这辈子的佐佐城镇。哎，我知道。哈副班长，副班长，耶！哇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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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。我已经给你手下留情。OK， 来下一题，下一题哦。我知道，阿松，阿松哦，你讲阿松哦。对啦，阿松啦，阿松，阿松吧，是阿松，阿松放兵的那个。水，刀石头布，磕死你王八蛋！干你娘！你要整，我怕我吐出来。我很快，时间有限，快一点，我等一下要吃火锅，快点。我知道，啊，我田立家，对啦，前田立家，前田立家，我说不，骗到了，哎，这小伙子，啊，我想起来，干你鸟，我知道这个，刚看到，前野，对啦，前野强，我就记得他名字有个钱，然后后面我就忘，然后下一条，差小啊，啊，我知道。左九间正胜，左哎、欸，你已经讲了，不管左间正胜啊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是那个会冲锋火焰冲锋那个，没有，我还没，我还有机会，怎样？什么？你还有机会？你刚规则没有这样讲的话，讲出来就干你娘！你们好，只有三个字。我有没有喝十杯啊？我觉得应该有。来哦，来，我知道财经专家。啊，对啦，不干，直接等下开大开门，这个好喝是不是？你们就不会苦啊？不会苦。老师，我输，我没有差。
看，我觉得最恶心的不是他苦，是打嗝出来的就不会苦啊。那不然我们赌，那你输了你就喝一瓶，我们喝一杯。他妈当我神经病是不是？我觉得很脏呗。哦，好。啊，我知道他是那个，他是那个大招会变大，变大，砰砰砰砰砰，范围那个，哎，我知道。不要吧。前面长康吗？天啊，刚刚那一只哎、欸。那我记错了，那我记错了。啊！哇，还敢过一关过一关，是还是他名字有个铁？神元康正哦啊，对啊，看你眼是神又是元，真的把下一条、哦。完了，我知道柴田胜家。柴田胜家写敢哦，他刚就猜过了。有点中刺啊！哦，他新的那个吗？看你眼子。他妈谁呀？啊，丢标的那个，我随便猜啊，比较少。我知道鸟居远中。不，吓死你！丢标，哇！你刚才提醒我丢标，马上就想要鸟居远中。本来就不应该讲话，我刚才就是想讲说他有什么，可是不能勾起你们印象，所以。什么？啊，我知道。啊，我知道。啊！干，我知道，真狼玩鬼啦，剑雨的那个啦，不，没有，哇哇，小王，你今天哇荣获我们的苦茶榜哎，手工剑喽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三角，这谁呀、啊？等一下，干嘛这样？这是他妈360 B 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他火是他被人家放招，看我好像对他有点印象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名字，我不知道他这个模组是什么，但是如果是这个技能的话，黑田孝高，啊，Let's go， 烧死你，哎，烧死你，喝死你，笨蛋，黑田孝高，啊啊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没有人讲出他的全名，因为没人会记他全名。不然这样，你敢不敢玩？你讲他简称是什么？他简称瑞龙啊。对啊，好，讲出来也是瑞龙月日秀，完全后面三个记到那个月，后面日秀，后面三个字完全没印象。好，下一题。哎、欸，我知道，红须贺正。不，东西我强的，东西跟鬼一样、啊。嘿，小王，你猜拳没字赢呢。触手，把那绑起来，所以晕，然后把它关在裤触手里面。哦、超强。我知道啊，干，我知道。下去啦，我知道。你公布，你干你啊！你喝死你个王八蛋，喝死你个王八蛋！阿宁，阿宁是傻小啦！你干你啊！破渣不？我也是一样。啊啊！这傻小啊！我知道他谁。哦，我也想讲讲。我知道，德川家康。啊啊！对啦。Let's fucking go！好，下一条。谁呀、啊？谢谢，我知道。道爷一铁。啊啊！好像是。啊，因为巨魔只剩下他这一波，怎么会记得这个垃圾的？我刚刚不是。可是我知道那不是道爷一铁。啊？那你误了。妈，你想骗我？不敢。好了，喝完这瓶我们就不要玩了，好不好？喝完这瓶就不要玩了。每次出那么多题目干嘛？我知道啊！哎、欸，我们俩同时的两个字嘛，对不对？猜拳不啊？干，我知道那个农机。对啦，拿枪那个。我们两个猜拳不？干你俩，我右手猜出，左手猜出。还有一个射弓箭的道机啦。对，道机。然后啊，这个不知道啊！干，我突然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都讲不知道了，你就喝啦。你已经抠了，斋藤昭信，不是，来了，不是吗？应该不是，是斋藤。干你俩，斋藤昭信谁啦？就我们俩最后一题把它干掉。来啊、喔！来，我知道。干！干！
头。哎，让我想一下。干念，你这还要想？他们还需要想。刀石头布，俺输了。织田信长。干啊！干！请用，这没有人碰过。干 ！Let's go！ 干 ！Let's go！ 我干！哎、欸，那这样好了，那我们最后我们就干脆把他题目全部角色，看我们能不能猜到，应该就不要喝了，好吗？好，来对吧？好，来啊！啊，上单精英，对啊，是谁啊？哦，三本勘助，对，谁啊？哦，早写对啦，对啦，啊，那个干你娘，那个幽灵，那个对对对，干你娘，之前那个里面有个超强财连胜家，博物馆才能尿啦。那个李杰森很喜欢玩的秋山信，秋山信游啦，啊，服部半藏，不是服部断藏，雾影财，雾影财藏，雾影财藏，放那个眼球，对，放眼球，啊，那个龙川是吗？龙川什么？龙川一义哦，是龙川一义吗？长这样吗？他后面有个旗子哦，上群信长靠背哦，这超冷啊！这是那骷髅弓箭手，谁啊？不知道，叫那个啊啊，这谁？我跟你讲，绝对没有这只角色，六角一要么是最新版，要么是旧版啊。这个我这个是那个一点点印象，我忘记了什么啊？毛利云，毛利云啊，还有毛利元就谁啊？啊，那个啦，断账啊，家人断账，对啦，即将谦虚。哎，他讲的很精神啊！玉子，玉子呀 ！Only a sign， 阿三伯，石川无忧卫门呐，是这样谦虚啊？不是吗？那个立花中茂啊，立花中茂，哪个形象？不要一直啊，立花道雪，立花道雪，立花道雪，多道理。周泽木小子，对，周泽木小子，拉人，明智秀嘛，对，明智秀，明智光秀，也接了，也接了，耶，好不好？那。总之，我们这里面最菜的就是小毛，最菜的。然后以前我们的 Emerald 战队首领就是他，然后我是战队的副首领，然后杰森是我们的战队考官，然后我竟然被你电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猜这个之前欣赏的差不多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哎，你好。